好，我们先从这里删好了。好，右侧视图先删。这是一个。有时候这个图像哈，物体，有时候先从斜面删会比较好画，有时候要从侧面删比较好画哈，因为不一定。好像这一题哈，从前面删就斜面删就可能比较不好画，因为这里，好没关系，这里哈同学可能就要有一点空间感，啊这个，因为它删起来就像这样子嘛，啊这里，所以它这里删出来是像这样子哈，你这个就要拉跟这个一样的斜面，好，这里两块，这里一块嘛，再上去，这一块都不见了，所以这里也是斜的哦，所以它这里就要变成这样，再来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，没有，好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就是这样。